down. What?这是何明让我找的，但是子弹现在确实不好弄，过段时间再看看，应该可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 哟，这谁的大屁股在这撅着，挺性感呀！你小子干嘛？哎呦喂，还害羞啊！原生人就应该好好保重身体，现在像我这种肢体，很贵的哟。我不想惹麻烦，队长。哼，麻烦？那要看你给不给老子添麻烦。不过你要是把老子伺候舒服。 自然老子就不找你麻烦了，你说对吗？哦哦，对了对了，这个你就自己留着吧，说不定你这性感的屁股还能用得上呢。哼，嗯，站住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把烟给我放下！你他妈把手给我松开！你这是跟老子干什么呢你？我说让你把烟给我放下。我要是不放呢？ 马三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？哎呀，我到底谁跟谁呢？这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松手松手松手！来来来，马三马三，哎，把手放开把手放开！哎呀，停下停下，你消消火消消火啊！别闹别闹，哎，给我个面子啊！哼。
铁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跟我装什么装？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给哥们儿个面子啊，铁匠，来来来来，你再给老子看一个试试。哎，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啥呀？走走走，咱哥俩先门口唠会儿。简直幼稚！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过来，在门口等我啊。刚才不会真的想动手吧？跟这种人犯不上。对了，你早上见到这个了吗？一切还顺利吧？东西收到了吗？怎么样？我又做了那个梦。怎么样？惊喜吧？子弹。回头 Chicken 一定能搞定，放心。我梦到你死了。哈三，你想多了，梦就是梦，下回梦个美女就好了啊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不说了，晚上见。我跟你说有好事啊。晚上见。哎，对了，旁边那台液压杆总有问题，你给我留心啊。我先闪了，晚上见。不应该呀，这灯怎么这么暗呢？那块布，喂，伸把手吧，别装没看见。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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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灰尘、污垢、泥巴。把它的光芒掩盖了，它还是很亮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是谁？哎，名字只是个称谓，重要吗？我之前没见过你。你要这么问，这话说来可就长了。反正我的屁股又不翘，谁会在意我呢？有时候呢，我经常这么想，这个生活就像是变戏法儿。你看，假如一匹狼被变到羊群里，被羊喂它，你说它会吃草吗？能活着就该庆幸。存的目的就应该是抹掉那些虚头巴脑的变数，来看清现实。羊腿上的肉可比泥土里的草根美味多了，你说是吧？收起你那套街边的把戏，别在我面前说教。好吧好吧，无所谓，人老了就爱没事唠叨两句。觉得妨碍命运，恰恰是一些你搞不明白的变数，就是这些变数引导你内心深处的欲望。去挑战一下，不应该只是现实，应该存在一种原始的冲动。精彩！一个无法无天的混蛋，我太坏了。
中间休息五分钟，都给老子抓点时间了啊！这谁干的？马三，这个混蛋！哎，伙计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事儿真的很抱歉。谁是你伙计？靠！我去！这混蛋！哎，那个，来，你小子平常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别跟个娘们似的。来，去墙之下不应该只是血，还应该存在一种最原始的冲动。来，小娘们，快站起来！这次我一定要干翻你的屁股！这就对了，这把一定要让老子爽到底！游戏该结束了，姑娘们。啊，克拉克先生，你，对，你上来。铁渣，别让人踢烂了你的这副身体，铁渣，你没？你别抢。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马三。马三。很好记呀，身手不错嘛。但我还是希望你能遵守规矩。铁渣是我的人，打狗还得看。好的。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来。马三是吧？铁渣，你可以多休息五分钟。以后有什么人找你麻烦，你可以直接来找我。来，都给我带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别废话，快点，走吧。来，不是你们要换物资吗？过来，别看了，我找你们，快点，别磨磨唧唧。有点意思。你们可以把物资全部卸在这里了。这位先生，我想你大概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应该再重申一下来意。我们希望拿车里这些还算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来跟你们交换一些汽油，还有干净的水。你是听不懂我说话是吗？你们能换的只有命。
我现在可以保证让你们活着离开，再晚了就不好说了。刘娘，看来这里的人很不友好啊。喂，你们是听不懂是吗？把物资全留下，然后滚蛋。你们确定全都吃得下？哦，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，女人也是物资。都别动！你们，有意思，我的血都沸腾了。我可以帮你再戳几个洞，给你去去火，感觉一定会非常凉爽。嗯，哎，这位先生为何不叫你的手下先放下枪，然后大家相互礼貌的道个别呢？我花狐想办的事儿，还没有谁能让我。花狐，你又自作主张了。神父，请你们进去。美女，有，你们只能进去一个人。你，你们在此稍等。好的，先生，请吧。请。谢谢。